当地的马内斯，说马内，他是我的小伙伴。如果有人来看我表演，应该知道，哎、欸，我猫一好像每次都换不一样的人，对啊，是不是我发型？见异思迁，花心没有，是他们不理我，对啊，他们很忙啊，就是因为我也想表演，然后我那个怕的可能就是像阿平，你们认识吗？不是小叶，他去，对，他去当兵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啊，就没有这两个了，对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高雄，我是我第一次来高雄，我很期待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高雄，然后来进行那种 ACG 类似的表演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说万一没有人怎么办？啊，因为我是台北人，我下来，然后又高雄，然后我一来高雄，第一件就是，哇，好热！那时候我穿了大衣，然后里面又有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因为台北很冷，然后我一来高雄，哇，好热，然后再来就是好饿，然后再来是人不多怎么办，然后再来是我好紧张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，我就坐在桌子上，你有没有玩过那个右手转圈，左手直的那个？那我们一个人就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毛弟，毛弟，我觉得我不是毛弟，我们合适。”我说：“好好，我会。”好，换你喝水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点点，然后我是，谢谢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下来高雄场表演，因为平常是跑北部场，在做随地演出的，或者是跑那种比较小的场次在那边跳表演，所以算是知名度非常非常低的那种。什么知名度非常低？知名度低，努力是有回报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就像现在可以跟大咖开始这样表演。我不是大咖，我只是因为喜欢大家，很欣赏大家，所以才要进来。不要这样，你真的鞋子比我大咖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是，对，我这鞋子比较大。真的大咖。我那时候跟他聊说，我是喵咖，你比我小，我是女人脚哎，然后就还是你叫他咖，就他24号，我25号，我就真的讲大咖，啊，我真的是大咖，啊，现在怎样？现在是看我喝水，好啦，那拉帅那么多，可是我们第一次很帅嘛，然后接下来，好，谢谢。我高雄人好热情，我好紧张，我就会喜欢对你。那是等一下我们量，好，不要说几首，等一下我们的都是比较偏可爱的，就是第一首就很帅这样。那不要再失望了，已经帅完了。说可爱我应该也是还 OK 啦，就是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可是还是可以吃得下去，帅到渣都长出来了。就是说这个怎么可以跳那么可爱？可是我觉得好像要出门，好像还是可以吃这样。所以说你们等一下，如果真的要，就可以先暂停一下，因为